汗也有分好坏，流对汗才健康。它是那种不管冬天夏天，枕头湿掉像是洗完头那种湿度。有一次我家二宝他没有什么食欲，因为天气热，夏天什么瘫软的在客厅的椅子上，他额头还有全身都在冒冷汗。妈妈其实最常对小朋友错误的排汗的观念是，感冒的时候要流汗就会好，就盖得到后来就40度。哎呦！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